噔噔，我拿到了全套的新品口红，试完以后真是觉得，哇塞，这波新品不管从质感到颜色都绝到不行，赶紧挑了几支出来拍视频给你们抄作业。完美日记跟李佳琦经历了40个方案、76个配方打磨出的小细跟口红，把它从包装中拆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有被惊艳到。纯白的皮纹管绳，整体又纯净又优雅，膏体是丝绒质感，显色超级浓郁，涂抹起来触感细腻顺滑，简直就是为2020秋冬量身定制的红棕色系。第一支 L02 玫瑰小羊皮，粉白色的 V 领钩针开衫，蜜桃豆沙色调跟丝绒质感的组合，即使是我这样最素的妆也可以驾驭的万能通勤色。第二支 L03 枫叶切尔西，橘调的红棕色，这种脏脏的色调真的又酷又飒，用这一支搭配大地色系的眼影是很能压得住秋天气场的颜色。第三支 L04 复古小猫根，猫眼眼线的最佳拍档，这支红棕色真的很有复古的味道，我为它搭配了一件半透视的黑色上衣，性感的刚刚好。看完试色以后，你们更 pick 哪支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下期再见。